Bagel 的贝果 Bagel 这是吃什么的？看一下，这是北式的啊，西式的吧。艾娜咖啡，吃点小甜点。要吃下午茶？没有啊，这家很，我觉得装潢得很好，这很温馨的感觉。三峡北大院家，我这一个过期之门，你都没有认真在看一下是哪一家，是汉堡的。我让你选啊，那家我是吃过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啊。如果想要吃浙江菜或点心汤包，那家是首选。可是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吃那个啊，这是川菜。川菜要看一下吗？看到那家喽。是车口吗？你不是要刚那一家？哎呦，我说给你选，你是要刚那一家对不对？刚那一家我 OK 啊，这个不用看吗？不用看吗？对啊。这边还有火锅，因为这边这么多选择，要让你看过一轮。你搞不好还有更喜欢的啊。然后开捷运就不用。干杯吃不起，干杯太离谱的价钱了。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可以去吃干杯？对啊，他们是什么背景的人？富二代吗？而且都几乎都是年轻学生。对，他们都是富二代。这种店都是年轻学生，只有他们不觉得贵。哦，那就刚那一家了哦。就那刚那家，嗯，好。5:13。
别楼层看吗？他只有这层楼。这里只有这层楼。对。不是说吃的，我说百货公司，嗯，我不知道这松你。要先吃完再去找啊，因为其他都在对面啊，大圆柏，这边是只有这层楼。逛街的时候这一层。对，下面是火车站啊。大圆柏在斜对面，啊，那边好像还有个什么力宝百货公司吧。啊，五点半才开始，可以先进去坐吧。就这家喽。不要等。进去等好了。看他愿不愿意啊。可以啊，我们上次就有进去等啊。不好意思，两位，五点半开始吗？我们五点半才开始。啊、哦，对。不过两位有定位吗？没有。我、啊、没有定位、哦。我们不会吃太久了，你是七点六点应该是没问题。这定位都是六点六点半的、啊，我们有规定时间定位都六点半，我帮你看一下有没有位置。年轻人都比较敷衍。有，还有一个位置。好。啊，您贵姓？啊，我姓郭。郭先生哈。嗯。那我们五点半开始哈，谢谢您。上次都让我们进去坐。不想。好，那口。